水涨爬高轻松泡。看到这支影片的菜鸡有福了，今天旁白哥要带领各位菜鸡蜕变成老鸡八号，千万别眨眼睛仔细观看，让你从菜鸡变老鸡八号。这场的每位选手战力指数都高达100万点，还好我是有受过糖豆专业训练的老鸡八号。开场我们可以利用黄色气垫上二楼，接着一个风骚走位跳上障碍物，等待良辰吉时跳上三楼，顺顺的往前切西瓜跳扑到四楼。五楼没什么重点，连我阿妈都会。再来六楼很重要，所以千万不能眨眼。运气很好，有黄金甲大佬示范。瓜里嘞，我们都失误了。没关系，失败为成功老母。挖黄金甲又失误了，感觉要靠右边一点点。七楼也没什么重点，闭着眼睛都过给你看。八楼这里可以跟弹簧板保持距离，跳扑上去，直上直下的时候抓个高度按扑就上去了。结束这回合，